这就是真实的小月，也是童真的小月。哎呀，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觉得忍受不了小月的大小姐脾气，可是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当倔强可爱的一面。也许是咱俩欣赏角度不同，也许是你对小月的爱不够。你今天可以为了身边这位小鸟依人的姑娘放弃小月。 我相信明天你也会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女孩放弃身边这位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我得感谢你，因为你的退出将成全我和小月的爱情。哎，不过这方面你可比小月差远了。我记得我追小月的时候，小月说我有男朋友了，虽然我的男朋友有差强人意的地方，可爱就是一种坚持和宽容啊，所以小月拒绝了我。 我呢，只能继续等待。不过今天机会终于到了。行了，小月，咱俩去吃法国菜。愣着干什么呀？难道要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吗？ 走，饭吃吧。哇，这个男的真的好棒，好帅呀！ 林月就是太有福了。还是你最好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大满给我打的电话。大满，行了，向大满道个谢吧。我还有事儿，小月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 我是怕你在里边尴尬，本来我想和我这人嘴又笨，长得也不好看，我怕我进去了会让你更难堪的，所以我就给你小舅打个电话。但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跟烧，我也不想挑拨离间，我是碰巧碰见李薇跟那姑娘在一起，我是怕你吃亏嘛，我才。小云，你别哭啊，怎么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？ 你哭我心就乱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别哭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以后不这么做了。小月，你别哭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他要是能这样对我该多好。 进来吧，小远呢？睡了。嗯，睡了。今天又加班了。啊？嗨，怎么跟你说呢？今天下午我辞职了。这外企啊，管得太严，实在没办法，顾得了这头，就顾不了那头。哎，对不起。 这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带小远去看病，不应该让你请假。这话说的，我是他爸爸，这照顾小远本身就是我的责任，已经够麻烦你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那，你下午喝完酒去了？没有，原本是打算吧，早点接小远，结果外甥女儿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去救场。说起来，像个闹剧，这自己的心情吧，本来就很失落。 还得在他们面前装出一副很亢奋的样子，好像什么事都能摆平。其实，你可以脆弱一点。啊？啊！我每次看你的时候，你都是干练和善的样子。我想，每个人都有脆弱无助的时候吧，像你这种成功的男人也不会例外的，你肯定有很多不开心。 比如工作，还有家庭，可是你什么都不说。因为我是男人呐，跟谁说呢？说了有什么用呢？唉，这也就是话短话，才跟你说了这么多。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？
没想好，反正是想找一份既不用出差也不用加班的工作吧。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可笑。原本就是想跟老婆赌一口气，跟家里人赌一口气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行，觉得自己能够做到一手抓家庭，一手抓事业。哼，可是真做起来才知道，啊，想的太简单了，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 你也别气馁，像你这么努力的人，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。哼，会吗？当然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妈没看见你上楼吧？没有啊，钥匙。 歇会儿，来，哎，好嘞，好宝贝儿，哎，走。嗯，哎呀，你妈呀，觉得你和杨璐有事儿，要找你好好谈，不管多晚都要谈。 你回来之前已经伤了好几次了，是吗？啊，小程，小远，还没回来呢，这么晚带着孩子上哪儿去了？ 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哎呀，贾成啊，你们这是上哪儿了？这么晚还不回来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哎呀，就是这段时间有点忙，所以呢，就委托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啊，帮着照顾一下小远。结果幼儿园的老师呢特别好，就把小远带到他家里去了。小远在那儿又有吃又有喝，跟那儿的小朋友玩的也特别开心。就这么回事啊？你说你，家里有亲爷爷亲奶奶在家闲着。 你不让孩子回家，不回家吃，所以麻烦人家老师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哎呦，没什么事瞒着你，真的，你就赶紧休息吧。啊，我一会儿就带小远回来了。那行，让小远跟我说话。小远，那个奶奶要跟你说话。哎呦妈！哎，你看这小远跟小朋友玩疯了，他不理我。 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啊，我很快就回去了。啊，您赶紧睡。哎，喂，哎，妈，你听我。我怎么听着声音这么近呢？您好。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，你说。妈，赵嘉诚。你说说，哎呦，赵嘉诚，我来看看孙子。你说这爷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切！打个电话吗？ 打了，说一会儿回来。你说这一会儿，你坐着等吧。你爸这老东西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找我。妈，那个妹妹那事儿啊。哎，得，甭跟我提这个啊！我知道你们都是同一战线的，我孤独求败啊。坐一会儿。哎，不，离婚？他提出来的。
的事儿怎么会闹到这步田地呢？也许是这七年的积怨太多吧。那他当初自己说的要当全职主妇，人都在变，再变，婚姻大事还说变就变？这您这么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现在也没想通呢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反正现在他正在拍戏，忙得也没法照顾孩子，孩子就先扔我这儿。他说是这个戏拍完吧，想把孩子接走。那事儿就更大了。你带着小远回来晚一点儿，你妈就急得抓耳挠腮的。哦，离了婚，他把孩子带走，你妈不得疯啊？所以这事不能让我妈知道啊。我在想，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下来，这事情是不是能有所好转？冷静下来，那这段怎么办啊？就看着你和小远这么受罪，还是编个理由，我们替你带。没什么理由好找。我想过了，他即便是铁了心跟我离婚，我这孩子我绝不给他。到时候真到了法庭上，这法律可不讲说你的什么家属啊，你的父母能够给你提供多少帮助，人家就看你这亲生父亲和亲生母亲谁更有能力带这个孩子，把这个孩子带好。这个方面就有什么经济能力呀、实际生活能力呀，我就在想，趁这段时间我好好提高自己的能力，到时候千万别输给他。是这么个理儿。可贾成啊，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就小远这么一个孙子，看着你们爷俩受这个罪，就算不心疼你，我们还不心疼孙子。爸，就别难过了啊。现在你唯一能帮我的就是这件事儿，你替我瞒着我妈，千万别让她知道，而且这个事儿非您莫属。宝贝儿，你说的可真对，咱们家呀是得请保安了。你说这白天晚上的，你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什么时候走的，奶奶一点都不知道。告诉奶奶，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知道啊。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又不是不会看表。昨天晚上睡着了。睡着了？你在老师家睡着的吧？对呀，您怎么知道呀？老师对你特别好，老师家有吃的有玩的，是不是？嘿，奶奶您真神呀，全猜对了。小月，你眼睛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失恋哭肿了吧？我眼睛肿了吗？啊，睡肿了。哎，小月，那个我正好要到你们那边去一趟，要不要坐我的车？不用了吧，搭我车就行。没事，坐我的吧。小鹏，小远呢？小远先下去了。老师家的小朋友和女儿疯了。哈哈，姐，您可没猜对。没猜对？怎么没猜对呀？你不是和火车侠玩疯了吗？哦，您说的是火车侠，那也没错，没错。火车侠是谁呀？火车侠就是火车侠呗。走了，行了，您就调查到这儿。不是，完了，我孙子也被阴谋了。贾家成了阴谋之家了。你就是阴谋之首。舅，多亏你刚才叫我跟你一起走，我妈问我眼睛为什么肿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怎么着，你不打算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？暂时还没想好怎么说，我觉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行，一会儿送完小远，我跟你好好聊聊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很难过，我说什么也没用，但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能够结婚的，他往往不是初恋。失恋，他有的时候是一种成长，一种历练，没什么的，你得想开点。你现在特没自信，我就想不明白，我哪儿不如那个小小嘛？哎呦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，也许你哪儿都比他强，但是没人温柔啊，不像他小鸟依人呢。你也这么觉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也许对于事业型的男人来说，他就是比你合适，那没办法呀。当然，我自己也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，我也没权利说这个。你还是失败者啊？对我来讲，你最成功了。我以前也这么认为，我认为自己很成功啊。可是我告诉你吧，
我刚刚把工作给丢了。丢工作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因为以前太顺了呗，好像事业也好啊，家庭也好，都没得挑。那是因为有杨璐在家里把持一切，她这一走我全乱了，又得管事业，又得管小眼，我根本分身无术啊。小眼昨天脚崴了，我带她去了一趟医院，回到公司，老板要降我的职，就我这脾气，我哪受得了啊？干脆辞了得了。啊，你辞职了？这事儿你千万别跟家里人说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找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吧，也许面子是有的，但里子是真没有的。有的时候，婚姻不是说我能赚钱，我给家里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经济保障，他们就能够觉得幸福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也是刚刚悟到这一层，过了浪漫期，这女人呢，可能更需要的是那种体贴入微的这种关怀，这种东西要比帅来得更为实际一点，知道吗？哎，在这一点上，你看我和李薇吧，就赶不上周大满。周大满昨天战战兢兢跟我打电话那种感觉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知道吗？就这种东西啊，要比帅更加温暖人心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咱们做得好，就是讲诚信。嗯，行了，到点了，吃饭。嗯，食堂吃什么？尖椒土豆丝儿、鸡蛋炒西红柿，还有红烧大肉。哎呀，叫外卖。好。你吃什么？天津小笼包。我马上来。哎，他怎么不问我吃什么？是啊，我还没告诉他我想吃什么馅儿呢。给他打电话。买回来了，赶紧的，吃就吃啊，三鲜的。我爱吃。我不说我要吃牛肉大葱的吗？小月她爱吃吗？老夫啊。主任，啊，又要改通告。哦，哎，好吧，好吧。杨璐啊，嗯，明天通告又要改了，你这戏拍不上了。为什么呀？听说投资人弄来一腕儿，也就给三天时间，得先抢他的戏了。你凭什么呀？我这都等多少天了？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是腕儿呢？谁呀？蒋丽，蒋丽，杨姐，蒋丽不是你那个同班同学吗？现在人家可是腕儿。什么腕儿？什么腕儿啊？当初我杨姐出来的时候，她还不知道干什么呢。不是我说啊，要不是我杨姐这两年回家生孩子，哪有她什么事儿啊？蒋丽现在一个多少钱？这事我哪知道啊？杨璐现在明白了，改变并不意味着成功。她现在是从一种郁闷走向了另外一种郁闷，而她还不知道的是，她的离开导致了贾诚的辞职。咖啡馆现在是贾诚的办公室，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待在这里，然后掐着点回家，假装什么事儿也没发生。他希望赶快找到一份工作，尽快结束这种尴尬的表演。这家咖啡店的环境不错。嗯，还可以，我常来这儿。人也不错。看那边那个男的好帅啊。气质也不错啊，嗯，是你喜欢的型吧？对对对，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哎哎，女孩子矜持点，别看了。我好像认识她，听话。喂，我是。下午啊，下午可以过去，没问题。怎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想跟您申请一下，还是想换一个单人房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想把我儿子接过来住几天。哎，杨璐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这组里现在经费特别紧，你说我也没办法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多出来的钱我自己付。
呦，那这就不是多赚的钱啊！你要自己住一间房，这钱都在你自己掏，好吧？啊，我到时候安排安排，行吗？就这么定了，你要自己住没问题啊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妈妈给接走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她说她带小远到摄事所去玩两天，还跟我请了假。我以为你们俩商量好了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大成，这两天组里没有戏，我把小远接我那住几天啊？不是，你下次接小远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下啊？没事儿吧？没事。他说带小远过去玩两天，正好我也忙。他愿意带就让他带吧。谢谢你啊，秦芳老师。没事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呀！哎！哎！儿子。想妈妈，我都想死你了。爸爸说你出去工作不能回家住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工作完啊？儿子，今天晚上在这陪妈妈睡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还要弹钢琴呢。妈妈，你要不跟我一块回家住吧？有些事情你不懂，有时候大人要理解小孩，可有时候小孩也要理解大人啊。妈妈现在出来工作了，就要对工作负责任，不能回家住。明白没有？不，不明白算了。想吃点什么？鱼翅。鸡翅。鱼翅。鱼翅啊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爸带你去吃鱼翅了啊？行，妈给你做鸡翅啊。所以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家不用人，您到别的地方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现在我们不需要招聘新员工。喂。你上次说的那家公司现在还缺人吗？哦，哦，小远起床了。就上次你说的，你那个戏的演员找着吗？那你赶紧跟你们导演说呀，刚好我这戏完了，我就能接上了。就这么点戏还找味儿啊？那行吧，那我再联系别的组了啊。嗯，谢谢啊，嗯，拜拜。咱们还是快点回家吧。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呀。我说了，等妈妈挣钱买了大房子，我们再把姥爷一起接过来，跟我们一起住，好不好？那爷爷奶奶就都不要了。其实妈自己也没想好。我想好了。只是目前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告诉你。你还不告诉我？不，我还没有完全想好。你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咬你。不。
您在哪儿啊？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蒋丽拍了几场戏，说下面的戏要改一改再拍，导演同意了，就把您的戏又提上来了，一会儿就拍，您赶紧回来吧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他来了我让戏，那他要改戏，我又得马上去顶。哎，杨姐，咱们都是听使唤的，您就多理解理解吧。剧组不就这么回事吗？谁牛谁是爷呀？您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好吧，马上到。谢谢。儿子，本来今天没有妈妈戏，妈妈想好好陪你一天，可是现在临时有变化，妈妈要去拍戏了。你能一个人在屋子里画画、看电视、等妈妈吗？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越快，越快越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刘工在哪儿？在里面。哦，谢谢啊。从杨建上来的。哦。简历我也看了，你的情况呢，他也跟我说了，还比较满意。是不？什么时间来上班？什么时候都可以啊。哦，先接电话。对不起啊。喂。我去派出所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对，下个礼拜一来上班怎么样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那个刘工，我儿子有点事儿，我得赶紧。先去处理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再见。小冉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小金，是这样，小远啊，迷路了，一个好心人给他送到这儿。他说你家住在郊区，不认得回家路了。是你一个人从妈妈那儿偷偷跑出来的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想爸爸，我想回去看我的钢琴。行了，爸爸知道了。啊，赶紧谢谢警察叔叔。谢谢警察叔叔。行，不用谢，但记住以后不许乱跑了。嗯。那您在这上面签个字，就可以把小远领走了。好嘞。谢谢啊，行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拜拜。小燕，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偷偷跑出来，妈妈会担心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行了，爸爸也希望你能回到爸爸身边来，可你这么做是错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爸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行了，下不为例啊。是不是在找小远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你偷偷把小远带走了？我犯得着吗？我要带走他会光明正大的，我干嘛偷偷的呀？他一个人偷偷跑出来了，结果是一个好心人把他送到派出所了。我现在已经接到他了。行了，对不起，冤枉你了，让他接个电话。行了行了，你不用教训他了，我刚教训过他了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你想干嘛呀？啊，你说你想小远，你现在把他接过去，结果一下就搞丢了。不是你要干嘛呀你？我这不是意外吗？意什么外呀？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你被我称职吗？我称不称职，也轮不到你来批评我。当初是你自己说你要激流勇退，做家庭主妇，你现在又拿这事跟我说事儿，什么意思呀？我那么爱集体发挥，我那么不称职，那你还留恋我什么呀？你不干脆答应跟我离婚算了？行行行，甭跟我说这个，
先说小允怎么办吧，给你送过去。算了，不用了。我这天天赶戏，哪有时间照顾他呀？不是，我是坐班制，我哪有时间照顾他呀？他是你儿子，你不能为他牺牲一下。不，这跟牺牲不牺牲没关系，我已经牺牲过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是推给你啊，你赶紧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吧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电话来了。喂，喂，喂，主任，什么？这钱还到不了账啊？我这都拍了一大半了，你连头期款都没给我。困难，谁不困难？我比你还困难呢，我。你和妈妈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会呢？只不过是出了点小插曲罢了。对了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呀？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喂，董阳，咱们俩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有一个女孩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。哎呀，我刚刚接到小远，你说你这谈恋爱把我们这一大一小俩灯泡带着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算了，我就不掺和了啊。别急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女孩特别难追，你帮我把把关。你要是觉得行，哥们就往上冲；你要是觉得不行，我就撤了。哎呦，行了，你的眼光没错。再说了，你那么难得喜欢一女孩。你就努力吧，啊！现在努努力，将来就懂得珍惜，就想结婚了。我看是好事，为你高兴。你这是哥们儿说的话，现在是正需要你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幼儿园老师，你把小远给带上，小远肯定特别喜欢。董阳叔叔叫我们一块儿吃饭，去吗？嗯。行了，小远同意了，就等着吧，一会儿把地址发到手机上。好，嗯，走，上车。哎呀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那是当然的，你认识我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约着女孩呢，还没来啊？您没去接人家？不是，我说我吃药去接人家，可是人家跟我说了，人说自己要坐公交车。我不知道他是矜持还是有意的回避我。来了，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贾先生啊。不是董阳，你说的美丽幼师就是邱老师啊？啊，怎么你们认识啊？那是必须的。邱老师是小允的班主任，我经常麻烦邱老师呢。来，邱老师坐坐坐。来，坐。来，邱老师，给你提个意见啊，以后别一口一个贾先生，叫生疏了。这往后还敢麻烦你吗？是。那就叫贾成。这可以有。哎呀，我早知道是你一块过来的话，我就去捎你一趟。哎，吃点东西吧，饿了吧。哎呀，我不饿。小远，你饿了吗？嗯，那咱们赶快吃吧。啊，来来来，吃吃，别客气了。小远，吃薯条好吗？好。哎，你跟董阳怎么认识的？嗨，我们是中学同学，十几年的铁哥们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幼儿园的陈老师介绍的，他是你亲戚是吧？啊，对，那是我小姨家的女儿。这个菜还行吧，合不合口？你再点个汤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都挺好的。小远呢？哎，他没问题。这荤素都有，挺好挺好。哎，壮壮，你哪儿人？苏州。一看就是江南女子，皮肤多好。我不想跟爸爸坐一块，我想跟火车牙坐一块。嗯，好，那你过来吧。别挤着，邱老师。哎呀，没事。真的吗？火车侠让我坐过去的。多热呀，你这。你吃你的，我照顾他。来。哎，那你别洒了。哎，你那个，面试结果怎么样？哦，说起这个，礼拜一上班，来。今天开车不喝酒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个啊！好。哎，你的新工作是董阳介绍的？可不是嘛，互帮互助。那挺好的，为了你的新工作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我要，我要。好，一块。来来来来，赶紧吃吧啊！来吃了，吃。小远，吃点这个吧。我要那个。吃这个。来，邱老师，你吃一个。哎，这干嘛呢？这是缠着邱老师呢。我喜欢让小远这么缠着。这菜没有邱老师做的好吃，爸爸，你说是吗？那是肯定的嘛。你这么说的我都不好意思。哎，小远，你去过邱老师家啊？
那是可能的。哎呀，贾先生，啊不，贾强工作太忙，有时候小野又饿了，我就把他领到我那儿去了。是啊，说起这个，我都不好意思。这去了以后吧，这邱老师把饭都做好了，我还白蹭一顿。哎，德阳，我告诉你，这邱老师绝对是贤妻良母，未来的。我就现在连合适对象都没有，说这些也太早了吧。那赶紧找一个呀，你条件这么好，追你的人肯定不少啊。可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。哎，邱老师，您是喜欢什么样的呀？还是感觉比较重要吧。其实啊，这感觉不感觉并不是，这关键是人得活在当下。可是那也得相处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合不合适啊。哎，邱老师，你不是双鱼座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双鱼座的人喜欢浪漫呢。看来你对这个还挺了解，真巧。嗨，吃饭吃饭，王谷说话。我是狮子座。哎，自己厨子做。我干。这辣椒味道还好。杨璐，来，来辣椒酱，好吧，开开胃，哎，好吧，谢谢，来，这，哎，坐，杨璐，你戏演挺好的，我这么多年没拍了，还都不适应呢，真的挺好的，自信点啊，谢谢，这个戏结束以后啊，我下边还要接个戏，我想请你演女二号。行吗？行啊，好啊。还是我有点委屈你啊。现在这新人辈出，能演上女二号不错了。自信点，没事。这个戏一结束，你就抓紧跟我们老板谈一下酬金。行。要不，您顺带着帮我谈呗。我也不会谈钱，谈再把这酬金越谈越低，要不然请个经纪人帮你谈，好不好？回头我想想。好，那你家抓紧吃啊，一会儿要开拍了啊，好吧？谢谢长啊，没事，赶快坐。谢谢啊。给陈小姐婚礼用的999朵玫瑰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啊，明天就去办。为什么不是今天啊？今天是七夕啊，花店都很忙，而且价格也比平常贵。哦，差点忘了。周大满，哎，小鱼啊，什么事儿？这花儿很漂亮，是挺漂亮的。你知道是谁送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，所以你把我扔了吧。啊？不，这个是我觉得别人送你这花那是一片心意啊，不能扔。原来今天是情人节啊！我说看那么多人拿着玫瑰花，哟，你也收到花了？哦，你送的？不是，爸，给我妈买束玫瑰花吧。哎，这都年轻人的节日，我们就算了吧。你买一束吧，她会高兴的。对了，林总，拐角那个花店正打折呢。喂。喂，今天一起吃顿饭吧。真的吗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么说好了，下午5点我去接你。好，5点见。先生您好，您订的花好了。好了，谢谢。要做的不错。哎，小伙子，嘿，你照这个地址再给我送一份。一模一样的啊！哎，好的，先生。
哎，好的。好，谢谢啊。这是对你用尽全力。